走进扎园大地，感受赛博风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果果朵。今天咱们来到这个张家口崇礼区四台嘴子乡古嘴子村儿。也不知道这个村儿为啥叫个古嘴子。崇礼这个村名起的比较怪，因为有好多是蒙古名儿，所以听起来好像跟咱们这个汉族这个名字村名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个古嘴子村呢，也是紧靠的大山。然后底下是紧挨的路边，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多少人，最多了我估计也就超过200户。咱们现在就进村儿看看吧。乌嘴，叫啥嘴子？啊，这个村叫郭嘴子啊，哪里的？啊，这叫郭嘴子，郭嘴子属于四台嘴子啊。啊，这咋就叫下个郭嘴子？啊？咋就叫下个郭嘴子？不知道，那是老年人的话。嘿嘿嘿，这个村我看人也不多啊。嗯。有多少人呀、啊？大概？12，这块走完了，人也不多了。在村的有几个人？10来个？啊，我具体也不知道多少人。啊。大爷，这个村为啥叫个锅嘴子？咋就叫下个锅嘴子？嗯，咋就叫下个锅嘴子？咋叫锅嘴子？啊，咋来的？啊，这那块就起的这地方就叫锅嘴子。这不是个蒙名吧？不是叫。哦，不是蒙名，多少年了？骨子的骨，嘴是嘴。嗯、我发现村里这头可能叫这个什么嘴，哎、四台嘴锅嘴子。村里现在名字多了。多了，嗯，这名字多了，起的很奇怪啊，嗯，都是各式各样的名字，嘿嘿嘿，还有个前头是西马湾啊，嗯，西马湾，我到过了，今天给我们是那黄土窑，啊，构造，啊，有个黄土窑了，啊，有个黄土窑，也离这儿不远是吧？哎，那是好楼房，你看看，啊，是楼房，啊，这是楼房，啊。那是美丽说词儿，黄土窑啊，嗯，土咱们这个村儿这剩多少人？这地方啊，150户就是现在在常住在村的。都走完了，走就是。哦，你常住有多少？常住有多少？常住没结了，常住有啊，你不见有一有一百没一百？没见了，没见一百了，你。就算70来口人了。哦，走过150口，这还有70来口，还算多了。是吧？70口了。哦，我也上去看看，你站这就能看到全村啊。就是了。我说汉族了，你逛着了这地方。你说你就剩了活少岁数人了，那年轻人都走完了。最年轻的多大？就这大姐估计是最年轻的。嗯嗯，还有年轻。你这大姐多大岁数？50半了嘛。哎呀，真年轻，还以为40多岁，看着不像也都快60岁啊。嗯。哦，还是不像。年轻人都走完了，就剩俩少岁数人了。啊、哦，嗯，都剩老人们了。啊、这地方租了，这交，我今儿跟你说吧，啊，将来以后这地方租没了油水了，过不去，没了人烟了。那就是说你过不去了，你还得往回返。啊，哪儿上不去？你快甭说去。这大爷说是喜鹊梁那雪可厚了。厚、嗯。咱们村当时这个下了多厚？呀，这地方一尺厚。市里头是5-6寸，哎，什么么厚的，就那样化了啊，都，嗯，都扫嘛，不扫你，还是天不太冷的，你要冬天下这么厚就不定了。看那说，扫了那就扫不动，非得那都，那才天气都得累。拿切巧脸。大爷说是将来这村都会就没人了啊。将来就没了人烟了。那没人咋办呀？那么容易，那哎，那么容易，没容易就没了容易了。这两天都收秋也收割完了啊，收割完了，都种的啥嘞？种的啥？那地，这地上就是硬嘞，就叫就这一天啊，种了玉米、山药，就这两样。不能种油麦啊？不种油麦，种了过了熟了啊，能种这个了。嗯，您多大岁数了？我67了。啊、嗯，这就是村里边上啊。嗯，村里边靠近那个桥东区，长峪口属于桥东区。嗯，对，桥东区。啊。大爷，你在哪儿住的了？我这不叫。啊，这在这儿嘞。嗯。哦、啊，这个村就是顺的，就这个山根底靠的路边这么建了个村啊。嗯嗯。
就是这样。哦，总共也没几户人家。几户了。那啥时候你进来我跟你说你来哦啊，你告诉老辈儿你在网上打打那都在前头了，打村儿都在前头了，你怪老这位这儿，你们为啥要站这么高，这儿太阳能晒上啊，俺就在这高头住的了啊，都在就在这儿住着，俺在那边哦，难怪了不下地下，站的高洼子远，那上头原来过去也有人家了，也有人家菜了，这骨锥的是抓就提，早那会儿啊，早那会儿老人们给提的骨锥的啊，嗯，跟骨子有关系，不知道是咋，嗯，这个领的个狗，这狗咬人不？不要，啊，不要，要就早算了。这儿估计就是西麻湾，啊，这是修了这么一条道。前头肯定就西麻湾，这儿的村儿挨的都可近的了，这沟里头都在这儿挨的，紧挨的。看这个村儿，就是靠的这个路边，靠的山这么建了一个村儿。那棵树会不会是崖柏木呀？大家走了半天，这一块也算古嘴子，我以为光是那一片儿了，这儿也是古嘴子。看大家看这边。过前两天下那一场雪，下一车后，现在这个房顶上基本上没化了，越往这头走越冷。刚才转了一圈，现在村里头说也就是七八十口人，年轻人都不在了。其实啊，每个村不管是哪个村哪个县，基本上都一样，现在都是老人年轻人都不在，因为孩子们上学，村里头也没有学校。都走完人了，所以就剩下老年人了。谢谢大家观看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